为了推广南投县的温泉产业，南投县政府举办的2023南投温泉季，伫咧国姓北港溪温泉区盛大来举办开幕仪式。开幕活动当天，温泉业者提供免费入园优惠，吸引来自全国6000位的游客来入园。南投县长柯淑华邀请全国乡亲，小招来到南投旅游、洗温泉，享受大自然的美景。2023南投县温泉季活动在国姓乡北港溪隆重来举办开幕，主办单位安排精彩客家正歌表演留在开场。南投县长柯淑华邀请乡亲来南投县泡温泉。那我们的温泉呢，今天正式开锣之后，希望大家能够在共同来参与我们今天的活动之外呢，那另外呢，像我们在东埔也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所以北港溪泡完呢，下个礼拜我们会在这个信义乡的七彩吊桥会举办健行活动，希望大家健完行之后也可以到我们东埔去泡温泉。在南投县长柯淑华率领下，立法委员马文君、国姓乡长柯美玲、仁爱乡长江祖信，大埔里地区的观光业者进行过火祈福的仪式，并且点德光炮来开幕。点燃礼炮，2023北港溪温泉嘉年华正式开跑。我们希望大家趁着假日的时候到我们南投县来泡汤，太雅温泉太雅度假村完以后，也欢迎到东埔。我们现在还有抢成功的活动，欢迎大家来哦。那我们也更希望说，日后我们是不是就是公所以及我们这些产业的部门，能够大家一起共同来推动这些活动，大家下去做连贯串联，那我相信会创造更多的游客进来我们南投县。今年一度的南投县温泉季，在正人的祝福之下留在举办，全新的温泉感受，邀请乡亲来体验。哦，那现在11月了哈，也是我们泡温泉的季节。那除了到我们北港溪温泉区来泡温泉之外，也可以到太雅度假村、惠孙林场，那周边呢也有非常多的一个民宿、咖啡农庄哦，还有原住民的这一个部落，都有非常特别的一个体验游程。今天入园的人潮相当的多。可见我们一年比一年的这个温泉季办得越来越好也期望在这一个季节性大家来南投一样有很好的温泉可以泡汤。南投县三大温泉区将陆续来开幕，邀请全国的乡亲小招来南投县旅游、泡温泉、采港优质的农特产，享受大自然的美景。记者黄龙坤采访报道。